家好，我是杨宇杰，这次是我第一次跟口香糖老师出去玩。我最记得的是十分瀑布，我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天空有很多天灯，旁边还有不同样的植物，差不多都是绿色的。然后我就觉得我走路的时候好热，可是到十分瀑布就觉得好凉快好舒服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瀑布，瀑布很高也很壮观，里面还有石头，水滴也很强很大声，而且还会有水汽喷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就觉得很凉快。而且这个是我画的，天上的是云，黑色的是石头，这个蓝色的都是水。我第一次画明信片，然后我画不小心画错面了，希望下次还能跟口香糖老师出去玩，谢谢大家。